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光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大坑的地方哦。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去看猕猴。我一直很想来找这个猴子，可是它真的在很山上，所以一直都没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寻找这个猕猴哦。OK 啦，我们 Let's go 咯。OK 啦，我们走了一小段路哦，然后现在应该快到了，因为我有看到它有立那个标示牌，我们走去看看吧，应该到了啦。看到一只画在石头上的猴子，应该是从这里进去我们就到了哦。从停车场走到这里，我大概花了15分钟，还爬了一小段路。你进去看看吧。那这个猴园据说进去要收50块的门票，因为我没有来过，只是在网上看。只是哦，刚刚前面有一位好心人跟我讲，现在改为100哦，因为我看到的资讯是在网络上，所以不准。好，我们就买个门票进去哦。跟大家解说一下，它这个门票啊，可以到里面兑换咖啡喝哦。好，我们进去看看哦。哎，有路标。猴子跳水、赏猴区、烤肉区，我们去。什么叫猴子跳水？应该表演时间还没到吧？哎，有猴子哎，看到了呢。我们去看看，看去看看。哇靠！真的有猴子在那里跳呢。我很怕，我拿这个摄影器材，妈呀，他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不知道会不会来抢我的摄影器材，我会怕他。现在是我会怕他，他猴王哎，开玩笑。大家有看到红鸡吗？超可爱的，他们在那里玩哎。我靠，真的跳水哎！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应该是小朋友而已吧。我觉得他们的体型不是很壮硕呢。哇，猴子在游泳。拉近镜头给大家看。哇，他们玩水玩得很爽哎。可是我讲真的呢，现在其实有点冷哎。现在真的其实有点冷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。哇，还打架哎！我靠，这两只在那里打架。哇！打到地上去啊。看完这些小猴子啊，我们再继续看看，看它上面有什么展览哦，还是什么猴子的表演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哎，这里有一个告示牌，要看要看，请勿喂食台湾猕猴。真的哦，遵守人家的规定哦。我觉得每到一个园区，人家的规定我们都必须要遵守，毕竟他们有一定他们的道理，不要用我们一般人的眼光去看人家职业的行为。 OK 啦，我们就遵守，不要喂食哦。好，我们往上走咯。这里有猴子，
这里的就比较大只了。嗨，狗狗，狗狗，啊，乖，好可爱！他们在那里排队走路哎。我用拿镜头的好了。我讲真的，我真的不敢太靠近，这是人家的地盘。这一只很大只，靠！我现在超胆小的，我不敢太靠近他们，我真的不太敢太靠近。其实啊，我真的很怀疑哦，我现在镜头拍的这一只是不是猴王？因为里面呢，它的颜色最白，而且体型算是最壮硕的，因为我觉得没有看到比它体型更壮的。通常在动物界嘛，就是体型壮硕的为王吧。我们再去看看别的地方哦。哦，这里就是可以让你俯视看那个猴子的观赏点。刚刚我们是在下面，然后现在是在上面。哇靠，那只小猴子是在咬什么？拿镜给大家看，它很像是在啃香蕉的那个梗。哎，我看到一个景观哦，有一对母子吧，应该是母子，妈妈很像在帮他挑狮子啊。哦，超悠哉的，那只猴子爬在那里被抓得很爽。好，他靠过来了。哦，哇，超近的，超近的。这只应该是母的，因为你看小朋友过去给他抱了。
这就到此喽。其实呢，我刚刚晃了一下，这个园区不大了。但是呢，其实它的主题也很明显。我们来这里就是观看猴子的表演哦，就是猴子自身的表演，他们的生态，他们的行为。OK， 那其实呢，如果你对猴子真的很喜爱的话，真的这里很值得来。可是如果你觉得这里有很多的自拍点或是很多的有一些乐趣的设施，这里其实是蛮单调的哦。 OK， 但是总和我觉得真的，如果你喜欢大自然，喜欢猴子，来这里就一定是没错了。 OK 啦，那我们拍摄到此，喜欢吃影片的请下方帮我点个赞或按个喜欢，那想要继续追踪本频道的请帮我按订阅哦，我们下次见喽，大家拜拜哦。